谁的猫啊？有没有人要啊？没人要我就拿走了哇。喂，有水上钩了，赶紧打电话。喂喂，水上钩了，现在正往你那方向走了，穿一个红色裙子的，红色包包的，穿着长靴，对，好好，记得拦住他啊！我现在上去，啊好。哎呀，我那包包呢？喂，美女，干嘛？那包包是好像是我的那包包，刚才我丢了。怎么是你的？是啊，人家说红色衣服了，看见有人点到。大宝红色衣服就是你的，你还不承认啊？那你说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什么东西？我有身份证在里面，我跟你说。身份证叫什么名字？叫老牛啊！你不信啊？不信拿出来给我看一下。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有几个金元宝在里面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就两样啊。对啊，那个身份证就是老牛，那么贵重的东西你不要丢了。我正想。喂喂喂喂！喂什么喂？咋了？我里面有20000块钱不见了。20000块钱啊？是啊，我可没动过你的钱哦。你还说没动过？怎么会不见呢？这个女人拿了，她捡到我包包，把我的钱拿了，只留个空包给我。她拿的？是啊，只剩下几个身份证。哦，意思你是丢了包，然后被她捡到？是啊，钱不见了。你不要诬赖我，我跟你说好心把包还给你，你还说我拿你的钱？我看这两个金元宝她不拿我，那钱你就拿了。那。我要是贪你的钱的话，两个金元宝我都拿了，跟你说。你不要那些狡辩，我跟你说。我没有狡辩。肯定是你拿了，他包包里面肯定有。美女，你帮我检查一下。包包啊？是啊。我看一下，不动我的就是我的。是你的吗？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？是啊，我早上去领的。你去领，你有证据吗？有凭据吗？那问题肯定有啊。那问题，如果说不是你拿的，那你就给我们检查一下。不就行了吗？那不是啊，我干嘛要给你检查？我就没拿，就没拿。明明这个包你都拿了我的，你还不承认啊？是啊，主要是包是你捡到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接触过。但是如果钱不是你拿的，你就什么啊？给我们？难道你们一眼就行了？是一伙的？什么是一伙？我是一伙的，我都不认识他。是啊，他是谁我都不认识。把我抓住了。不要跑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给人家检查一下嘛。如果说不是你拿的，如果你没有20000块的话，就是不是你的。对呀、我就20000块啊，是我刚刚领的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是啊，怎么有那么巧合？对呀、这底下有那么巧合吗？当然又丢20000，你又有20000。我也不知道你有20000啊。哎呀，我明明就领了20000块钱，刚刚在银行领的。你快点拿出来。那既然你没拿，你就给他检查就行啊。哎呦，真的是这两万就是我的了，明明就是我的了，还在这里狡辩了。真是你的！我一打一拳，我打过去。我天罗鬼怒！哎，不过是这样子，你说这20000块钱是你的，那你有什么可以证明是你的？你看看，这个不是凭证吗？这个是不是？美女。你看，他有刚从银行取出来的。你还想拿我的？我一打死你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把我的钱拿了，还想嚣张？对呀。我那个票忘记拿了，你忘记拿了，这那是你的问题。对呀、这问题人家有，我也就凭证在这里啊，人家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钱是他的，那就是他的哦。美女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人长得挺漂亮的，捡了别人的包还顺手拿人家的钱呢、哎呀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这次。不管你，我钱夺回来了，我走了。人长得还挺漂亮。你别打我！你怎么了？你看我干嘛？是不是跟他一伙了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如果跟他一伙了，我早跟他走了，是不是？那是，吃他亏了，那贪小便宜吃他亏呀？什么贪小便宜？我明明在路上捡了那个包，哎呀，真的是倒霉透了！哎呀，就说拿20000块钱买个教室，算了，这种无赖要不回来了，便宜呀、我就报警，是，你让我去报警，我。这电话怎么那么久啊？喂，那个女人走了吗？走了。
后我好像刚刚听到他说要报警了。怕什么？真是的，我们现在去外省旅游，演一吧，演一吧。盯了他一个月，终于拿到手了。是啊，还没白白蹲啊。可以一个月不用干活了，直接去旅游啊。去旅游啊？是去外省啊，躲一下风声啊，过了一个月就安全就回来。现在当下是赶紧撤离这个村，等一下他报警了就完蛋了。走，对。